哎，同学们啊，为了让我们这个精力更加充沛，在上课之前呢，咱们先表演一段二人转的课间操啊。老师你看他俩干啥了？老师你看他俩认真学啊，认真学啊，挺胸抬头提臀收腹，准备。第一套东北二人转广播体操，文化在传承。万步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腿部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得认点真。好了啊，大家伙把心都收一收，进入我们的第二堂课啊。第二堂课我要讲七德隆冬强。七德隆冬强，本节课名师将讲授二人转、伴舞和绝活的基本功，包括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等身段和表演技巧。这样的啊，那个你们的扇子、手绢都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，这儿这儿的，我有。董思瑶，哎，老师到。我问一下啊，扇子、手绢都有什么颜色？红色、绿色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就是跟我们唱戏的时候呢，根据唱段的内容去分配这个颜色。完全正确。你比方说啊，我们的姚丹、李宝良，他俩唱的这段《黄金梦》，就是他自己非常用心的去做了一把扇子，是吧？这个扇子呢，就能代表他当时那种心情啊，那这样的。来，我们共同回顾一下这个片段啊，来准备开始。当天夜晚，抬出月照，灯火。谁还得抓阄啊？睡完觉咱们可都变皇亲挂旧了吗？不是吗？再不用府里点整去看地冷沟啊。这何当旭日东升，照亮行走啊。不用管回京府命里了，娘舅啊。朝纲奉与大臣谋啊。
在江州当知府，我事事早看透，谁不想攀高鞋贵再抢分侯啊，钱越多越想多，钱都不要少，官越大越想大，官大好卡油啊，从今后咱就是皇亲国丈，皇宫内上下平当谁有啊，我牛啊。在正殿宫墙撞马头啊，呼啦啦宫门开，哀乐奏，宫内满目香火飘白绸啊。潘知府叫声老伴一拐胳膊肘，看皇上娶亲长得有多牛啊，咱们那办喜事红灯挂，皇上他娶亲挂的是白绣球啊，咱们那办喜事贴的是喜字儿，皇上这黑万白纱更有讲究啊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，越看心里越别扭，东张西望往前走，眼前一口灵柩，看着灵柩心一抖，红白颠倒为何有？猛听到刘总管高声先圣旨，吾皇驾崩，特封潘灵柩阴间半家宴。你们看见了吗？他在这段那个戏当中，他扇子运用的特别好，是人家自己用心去做的，是吧？蓝色的扇子，表达那种身份，是吧？有钱，有钱，而且他主要最重要是感觉上来了，心情高兴啊，心情愉悦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傅伯宁，到，我问你，手绢有多少个角？扇子有多少个骨？老师，手绢有八个角，而且它的重量大小也可以改，然后它的正面和反面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，根据剧情，根据服装，在舞台上呈现更漂亮。扇子有16个骨，完全正确，耶，完全正确，加10分。给你奖励啊，还有那个思瑶，思瑶刚才答的也非常好，对吧？所以给你们两个都加。老师啊，问我也能。不用老师，不，他不重要。但我会啊。他不会，你会、啊、不重要没关系，我会啊。你会，我会啊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好，龚海同学，嗯，请给我转个手绢。好。上16个骨，老师。不是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请给我转个手绢。那是我的问题。8个角。那是我的问题，回答完了。转个手绢嘛。呀呀，哎行。呀你来个立柱，你上前面来个立柱。老师没说你是老师啊、那既然来他提出立柱，那就立柱吧。好，来一个，上前面来、啊、来一个，这立柱嘛，看好、哎、拿的那个姿势吧。这轮着我，你像马步往哪头轮着？你上前面，你爸爸哪边都可以。哎呀，还没有我老拿麻布擦桌子。不会，这个不会，我会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人，让我看看这件，好，他多气人，你说。哎，你俩，你瞅俩的我都会，俩还会呢，看着点。哎呀，真厉害，这才叫手绢。要不他咋提立柱的事？他会呀，这是绝活。对，这绝活。国防啊，你表现的这么好，是不是你在？看一段你在名师高徒的视频了，看看，来，我给你放一段啊。猪八戒呀，
别提呀，有团还本人嘿，乐得我脑袋一定要直不浪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。大嫂哎，叫相公啊！我大嫂哎，相公啊！我的大嫂啊，相公啊！我大嫂啊！我沉不沉来重不重？不沉不重，我背到标签。我问相公，你的家住哪儿啊？高楼庄上有门的厅。你不是那个相公，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大嫂哎。我父是有名的朱老员外，我母名叫朱梅荣，一母所生之八个，我是小老大呀，名叫朱虎能，我的大嫂哎，叫相公啊，我大嫂哎，叫相公啊，我大嫂哎，相公啊，我的大嫂啊，相公啊，我的大嫂啊。大嫂哎，我家有好地，300赏金子，银子用成昌，这个大嫂跟我成婚配呀。我跟你有吃有喝有穿有戴，朝天每时每时每刻把你来疼，我的大嫂哎。孙大少一听，有气有脑子呆子，真能瞎胡蒙，立刻是了个千金坠，压得我跪倒在地儿。眼睛冒金星，哎，我说大嫂啊，哎，这会儿了，这老沉了呢，我可不背了。你不背了？我不背。我这有几亩地儿，你帮我拱了呗。拱地儿？那不是一车粮食啊，就掉俩米粒儿。咋整啊？多大个事儿啊。好，那就拱起来呀。400他拱开了头浪尖。把进我脸上就老相容，哎，日朗日扬，哎，一不两个扬。四溜溜他拱开了四郎眼呀，得了嘛，摇摇摇，一不两个扬。留着给大嫂再打葱，哎，日朗日扬，哎，一不两个扬。四溜溜他拱开了五郎眼呀，把你的耳朵直不浪啊。四溜溜拱开六郎眼呀。还拱的八戒鼻子疼啊，四溜溜拱开七郎劲儿啊，八戒的脑袋直汪汪啊，四溜溜拱开八郎劲儿。趴在地上把腿儿蹬，呆子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哎呀，原来是猴哥呀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就合计，你说你既然你就是功夫这么好，你站那里你怎么就能把它等弄掉了呢？老师，当时那天我就太紧张了，是不是？这要是再给我一次机，我跟你说，来，长一个，哎呀，长一个，不能给咱们战队丢脸。长一个啊！
这今天不用紧张，因为都是咱自个家人，都是自个家人，都自个家人啊，不用紧张。跟谁比赛了哈？对，不是比赛了，这个呀、啊，走了，注意走了。哎呀呀！哎，一转，这现在行。我以前我就算这凤凰巢时，我趴撇了之后还得翻俩跟头接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能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我现在翻眼皮能接住了。不妨给个小奖励。绝对不错，绝对不错啊！这样的，下课之后呢，你负责把公海教会。我的妈呀！啊，老师啊，那你这不是小蚂蚁背那大象呢吗？怎么讲？压力太大了呢。这样的，在教你们之前，咱们再放一段戏让你们看看。好，来。把饭来讨啊，这一日逃难来
在朝朝瞧啊，多亏女子范中华来照料啊，我母子相依为命，苦守在寒窑啊。我苦心一双眼啊，眼前啥都看不着啊，弹指弹光阴似箭催人老啊，上至上饥寒交迫受煎熬，恨只恨刘飞把我害得好苦，盼只盼能够有人管帮。生身母哀家，我有冤难诉，有仇难报，有情难出，有恨难消，因此我才状告当朝，他的罪难饶啊。唱的确实好，谢谢。尤其你到高音的时候，你看它有一个递进，而且声音特别的平稳，当当当，同学们，这叫唱歌，这唱歌。老师，你说让你放那段戏，那你说让我们学，我没明白你想让我们学啥？知道我要让你们学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学啥呢？唱腔。哎，表演。哎，依我看，手型全都得学。要学台步跑圆场啊！哎呀，重要的在这里。哎，台步跑圆场，这东西来这样的啊。那个伯宁，跟那四幺，你们俩来给我跑一下，我看看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啊！跑一场，快点跑啊！快点跑，撒丫就溜了。对，咱不能像公海你不行，女同学，女演员跑圆场怎么跑？就是说来。脚尖微翘，脚尖微翘，然后落地的时候，你看，你的脚跟与你后脚的脚尖基本上搭上，或者是留半脚，顾名思义就留一脚半，就这样，你看，走，走，走，哎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之后啊，最重要的是上身一定要稳，你是卡腰啊，是吧？一般的我们练功都这样，小女孩趴一摆，提筋儿。轻轻提起来之后，完了走，这样走，上身不能动，上身不能动，哎，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稳住，这样，对，你看什么？我，这不走吗？来，你俩在前面走，我在你俩，这个啊，来一下啊，来给他表现，来走，上身稳住，公海，挺胸抬头，提臀收腹，哎呀。你是不是走错了？不是，这错并不说，他捅光偷懒，他不学，他偷懒。不是不学，你看给我累啥样了都。你都没明白我的意图，我意图是教女孩子走学跑圆场的，你男孩子跟学什么呀？啊，不是教我们男生学的。不是你应该学的是男孩子走跑圆场。啊，不应该学女生的。对呀，这个台步有很多，是吧？也有很多，你比方说去亮靴底儿，对吧？亮靴的同时，下身要有架。胖外八之后过来啊，提腿再往上一带。老师，你等会儿，老师，这个我看直播上有人问啊，就是说零基础的人想要走台步的话，得怎么学？从哪开始学？零基础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干嘛？腿力，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练功的时候，夹扫帚，夹笤帚疙瘩。笤帚疙瘩不能掉，就一夹就是这么走，不能动。哦，夹东西不能动。笤帚疙瘩，对，你掉了就挨揍，是这样的。你可以夹扇子练的，哎，来，你可以练，那还不如笤帚疙瘩呢。笤帚疙瘩还粗点，扇子细呀，老师。来，所以这需要功夫的。
刚才那个吧，我感觉我好像还是有点没看明白，你让我再看一段行不行？然后我再结合你这个，我再好好领悟一下。可以，让我再看一段行不行？再看一段，好，那我再给你放一段啊。好戏来了。一闭忙开口，尊声里郎听其响啊，快到临川找孙夫，你把那千两纹银抬回船舱啊，离家我取回银两舱中放，我走出船舱啊虽打量啊，见孙夫笑里藏剑一副清薄样，见离家满心欢喜站在一旁啊。我找找孙夫啊，摆了一摆手啊，拿来一副牌牌啊。孙夫，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在何方啊，拿来一副牌牌啊。你看师娘我美不美呀？美呀，拿来一副牌牌呀。你比那九天仙女长得还漂亮啊，拿来一副牌牌啊。你看我与你孙夫般配不般配呀，拿来一副牌牌啊。就好比兔尾巴公鸡配上你这金凤凰啊，要配，我的妈，身上提烧千千万，肚够比你孙夫强。我立下了从良志，惆怅寸断我度时光，只说是今日从良出苦海，大丞相遇见你这黑心的狼，眼睁睁美好姻缘你给拆散，我心狠狠你在我身上打主张，千金能买李公子，怎能买去杜十娘，十娘心怀刻骨恨，我恨我恨我恨透你青楼，是一个薄情的狼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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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天哪！师娘，有离家一件事不好啊！我走上近前来劝杜十娘啊。师娘啊，说那些干啥？跟人上船呗。阎王召离家，我的心与碎呀。去吧啊。说是我把这终身大事托付于你呀，但愿与你百年长，你把那一千两纹银看得比山重啊，你怎知道人心岂能用都来量，这金山银多何足挂念？什么？眼睁睁让你看看我这个什么百宝箱啊！你还有百宝箱呢？有离家我一见呐。师娘有百宝啊，口尊声师娘，师娘要你听衷肠啊，师娘啊，咱们把那千两的银子还给孙父吧，给他不要了。
们两个携带着百宝前去度时光啊。你说这好不好啊？我要有三心病二意呀，沉泪几顶我的盗病王啊，我起誓走吧。这样的山盟海誓凭多少，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杜十娘，眼望珠宝热泪淌，莫怪十娘狠心肠，今日与我不流水也落清白之身免肮脏。说完抱起宝相猛一跳，扑通一声落大江啊。十娘啊，你吃盐了吧你呀、哎呀，太儿了，我都要下汤锅了。原只想求老爷做主，我能回家转呐、没曾想他要把我儿脑袋弯呐。来，这样的啊，我们现在谁能够就是模仿一下严老师的动作，就我来。波宁，来来，你给我表演一下，我看。我拿一下道具，老师拿个扇子借助一下。好。要翻破此事啊，明白了啊，李道为先，我扑到儿跟前呐、原只想求老爷做主，我能回家转，没想到他要把我儿脑袋弯呐、这本账不能这么算，自古来这一仗啊，一头偏，娘不欠儿
千娘的再多娘不用他还，我的儿啊儿啊，娘从此再也不告状，娘从此再也不喊冤，娘从此要放远点儿走，遇见熟人不答应，走村串村儿啊，我当有懒，餐堂上饭味道咸。我就唱了这个了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唱的太好了。就你把当妈的那种心情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最重要，这老态龙钟感觉出来，你看这，所以说你能把观众带入到情境当中去。哎呀，我都情不自禁的，我都把我这小板都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跟上了吧？刚才这把搅和的不错。他这不，他这是捧你了，救场了，这样的啊。刚才这一轮你们表现的都不错，接下来我再来一个随堂小测试，叫你画我猜，一个人出笔画，那个人去猜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们出来，把你们的耳机都戴上啊。你看是脸上戏还是眼前啥都看不着啊？那么问题来了。这行啊，这行了，这行了，一定给你表现好了啊！可以了吧？来，可以，我想一想。对，往下传。好。往下。哎呦，咋采蘑菇小姑娘啊？这里有东西啊！哎，这是个啥？啊！懵了，两个人还自我陶醉呢。
这好啊，这个有没有面部表情啥的、啊、我看看面部表情，你看我你看我我不想看了你猜吧你猜吧，来哟我知道这个动作呀，啥呀？他好有病！我知道了，真的来，再比过请说出你的答案。梁山摆祝英台那个，梁祝下山。哎，对了。真是吗？怎么给人表？你怎么给人表演的？真是吗？我以为这把大钥匙呢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以为是你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吗？他还给你把沟里带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动了就让啊，他动了你就一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。主要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刚才表演那个身段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动作，哟，想半天，我这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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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下山，非常好，来吧，各位，这个环节啊。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，非常棒，特别是龚海、啊、太厉害了，哎，就不给你加分了。表演好为啥不加呀、啊、老师、啊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你太能搅和太能琢磨了。啊，先把我公布下分啊。鉴于你们表现都不错，这样我班干部基本上已经定型了，特别声明一下，龚海为我们班的班长，耶、yeah! 班长啊，班长，那个实至名归，老师你太有眼光了，老师行不行？太有眼光，你们三位可以走了，来，值日班长留下。啊，值日干啥呀，老师？放学了。班长，你一定要负起责任哦。老师，你得想考虑考虑，多房也行，他也挺适合的。